雪山，雪山，等着急了吧？怪我，今天陪客户看完了房子，他又让我赔他算了半天的税费跟付款方式。没办法，这个客户他着急出差，所以忙到这么晚，最后一班地铁我也没赶上。我舍不得打车。 我就一个人走回来的。要不然这样，咱今天晚上豁出去了，熬个夜，咱们把小龙虾吃了，把电影看完，行不行？别生气了，来来来，刚买的还热着呢，快快快，来来来来来，进来喽。 热的，你干什么？行，傅小宁，我们俩认识七八年了，我太了解你了。每一次你说谎，你就把故事说的特别长，情节说的特别曲折，细节特别多，就像你刚才那样。 可惜骆大小姐名贵的香水不说谎，你人还没进来呢，香味就已经飘进来了。能蹭上这么多，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你们俩干了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干。先生，你听我给您解释啊，我跟骆总儿真的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 他说他今天分手了，心情不好，让我陪陪他。但是我出去之前，我真不知道是这些事儿。我跟他什么都没有，这一点你相信行不行？你说你跟他什么都没有，那你出门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是骆祖儿找你呢？既然你们两个这么清白，那你为什么骗我？我不跟你说，我不就是怕你多心吗？你放120个心，你男朋友我只卖房不卖身。傅小宁。 你骗了我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没有第二次、第三次，放开我！许夏，我发誓，我跟骆祖儿真的没有什么，我就是跟他喝了点酒，那是你得体谅我，我得工作，我得赚钱。
我得为了咱们俩的未来奋斗。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吃廉价的食品，住一辈子租来的房子吧。明明就是跟着年轻有钱的大小姐鬼混了大半夜，混了满身都是香水味。你说你是为了我？我没有鬼混，我要是出去鬼混了，我就不会着急忙慌的赶回来了。我承认，我去找骆祖儿是我不对，我说谎了。但是我舍不得打车，我又怕你着急，我一路跑回来，这个是真的。你能不能不要生气，理解我一下，行不行？你还吼我，我怎么理解你啊？付小宁，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们，那我问你，如果连我们两个字都没有了，那将来有什么意义？你干嘛呢？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现在太晚了，外面不安全。竟然，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我给你买了点早餐。还有三个小时才出发呢。我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哦，来，你进来吧。你这么多东西，一个行李箱装得下吗？我也在愁这些事儿呢，你怎么办呢？装不下也得装呀。来，行李的事交给我，你先把早餐吃了。我自己能收。放心吧，你就交给我好了。谢谢。赶紧吃了吧。谢谢。我先去帮你把行李收拾了。Thank you.
爸爸鸭子不能，哎呀，我要不要放歌？不哭不哭，你不哭呀，不能哭，不哭。哎，你好。你好，先生。那个，我升舱。先生想升舱是吗？本次航班头等舱还有空余座位。哦，那个，瞎说着玩的，不好意思啊。好的。哎，那个，你帮我拿一张纸和一支笔，好不好？好的。好了，谢谢啊。稍等。哎。好嘞，谢谢。先生，请。面瘫，我就叫青年才俊，身高我有184，他肯定得比我矮啊，算你180吗？他得有30吧，我今年25岁，这就赢了。我比他小啊，比他年轻啊，是不是？职业设计师，我的职业，我这以后没准会做大生意呢，是吧？先待定。收入一年400万，还能挣400万？算你300万，好吧？我这以后面这就挣得多了呢，有待提升。我这爱好，哎呀，肯定是左边这个好。怎么就左边这好？不是，你没看见吗？他都30了都。30是男人的黄金期啊，性格呢相对比较成熟，事业也稳定。不是。他这不叫性格成熟，他这叫做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知道吗？一个高冷帅气的30岁设计师，哎，那不就是爱情小说里面男一的标准人设吗？什么叫男一标准人设啊？不是，那你给我说说，这右边这怎么就不好了？你好好说啊，这右边怎么不好了？你看啊，这个职业什么待定啊，什么有待提高啊，你写都不敢写，那说明什么？肯定是收入和职业根本就拿不出手。不是，行吧，您哄孩子睡觉吧。嗯，你等我一下，我去推个行李车过来。行。真真，等我。什么等你？发条微信来。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是。哎，这孩子，儿子，你是不是又没带钥匙啊？真是的，快进。白阿姨。小少，哎呦，让我看看。哎呦，你好吗？我挺好的，你好吗？我挺好的呀。你身体就挺好的。刚下飞机啊。我刚下飞机。啊，看您气色不错啊。对。嗯，有。
有没有想我？想了。哎，小少啊，哎，你看，我这玩意儿你教我的屠呦的地主呢。哎呦，赢没赢？赢了一分。哎，我这次还是想呢。真真来，你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啊？你今天来，过来。你今天来是你们领导叫你来的呀，还是你自己来的呀？哎，这不我自己。我不放心他，啊，你也知道白阿姨，这个我怕他把这事儿给弄砸了，就回去没法交代，我过来帮帮他。你也知道真真这姑娘有时候脑子容易犯傻，是吧？我这不放心嘛。那个白阿姨，那个您自己在家呢，真真没在啊。我在飞机上看电影，手机没电了，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哎呦，少啊。你晚来了一步，真真恐怕你是追不上了。什什么叫晚来了一步追不上了？什么意思？真真已经回国了，是我们锦然送的，估计这时候已经在飞机上发饮料了。哎，对了，小少，我跟你说呀，阿姨得跟你说一件开心的事儿。你知道我们锦然跟真真吗？哎呦，你说，想想我就开心。锦然跟真真相爱了。我跟你说，小少，这些日子啊，我们家锦然处理完意大利的事情。马上回国，就跟真真求婚，是不是替我们开心？哎呦，你累了吧？你先坐着啊，阿姨请你做饭去。你不是最爱吃的牛肉馅饺子吗？阿姨给你包啊。还有呢，就是你爱吃的铁板牛柳，对，阿姨都记着呢。清蒸螃蟹，等一下，你在这休息着啊，我马上就去啊。时间差不多了，进去吧。嗯，那我先走了。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白阿姨，还要照顾好你自己。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好了，去里面有一扇窗不停催我迎头赶上，快乐长进幻想，一双手一片海洋，没有人舍得遗忘，不停绽放的玫瑰花香，而你却风干花珍贵的土壤。小梦。
常漂亮，让我的爱情有简单模样。真真已经上飞机了。早让他自己能从狼窝里回去，我就不这么大老远跑过来了。邵鹏程，程真真现在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你们俩不合适。我俩合不合适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难道像你这样游手好闲的富二代会知道他需要什么吗？对于爱情，真真现在还是沉浸在一个幻想里的小女孩，总有一天她会长大的。等她长大了，她就知道她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也会知道幻想跟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不管是在幻想中还是在现实中，我都有信心给她一个她想要的生活。我没必要跟你说这么多，我只是想要提醒你，等你回去之后，希望你可以跟真真保持好距离。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哎哟，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没听见动静啊。小少，你真是个拔啊。麦姨，您注意身体，等以后有机会再吃你包的饺子。哎，不是，该吃饭了，小少，你吃吧。哎呦，这是，哎呀，刚跟这，哎呀，跟这事儿闹的。儿子，真的，我觉得小少这孩子吧，挺不错的。既然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你是我儿子，我真的觉得小少跟真真还挺合适的。妈，你到底跟谁一头的呀？哎呀，我不就感叹一下吗？哎。你不担心啊？我担心什么？赶紧回国跟真真求婚，你们结了婚，你妈这心就放下了。妈，我相信真真，我也相信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经得起考验。是是，我也相信。就但是你看这小少，你穷追不舍的都跑到意大利来了，你不能掉以轻心，知道吗？妈，您就放心吧，我对真真是认真的，我也能感觉得到真真对我也是认真的，所以不会让别人有机可乘的。我答应您，两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立马回国，行不行？嗯，这还差不多。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这就很晚了。店长，少不成电话还是关机？还关机？少不成好不到三天，之前还知道请个假，再变本加厉，假都不请，直接就旷工了就。少先生快到了吗？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刚给他打的电话，真是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你要不再进去喝点水？马上就到，我马上就给您带进去。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店长，店长，啊，要不然我先替他把这单给签了吧？不是，我绝对不是抢单啊，我就是想帮小少一个忙。你说他万一在路上有什么急事，真的赶不到怎么办？哎，不管怎么说，咱们得先把这合同搞定了再说呀。
哎呀，行，那你先把资料赶紧准备准备吧。大家早，回来了。哎呦，真真，你们那个小户型的客户来了，你赶紧签约去。那不是邵鹏程的事儿吗？人呢？我还想问你，邵鹏程哪儿去了？好，美丽，快快快，把那资料拿给真真，你先去把他签了去。对对，店长，衣服都没换。什么时候换了啊？我等着你呢。过来，快去快去，在里头等着呢，会议室。各位好，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陈真真，我是小邵的同事。小邵呢，今天有点事儿，他来不了，所以就让我来给大家服务，签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哎，大家的资料呢，我都非常了解，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你们房子装修的事儿啊，就是我跟小邵一起给你们操办的。哦，好，谢谢谢谢谢谢谢啊。你们看一下啊，这就是购房合同，都是我们的格式文本，上面该填的资料呢，我们也全都填过了。所以大家看一下，确认一下，要是资料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签字了。那个，哎，谢谢谢谢。嗯。好，看这个。哎，有。看看。哎，不是，姑娘，我觉着，是这样，我们呢是女方，哎，我们也是出了钱的。但是这个上面只写了田刚的名字，有点不对吧？于阿姨是这样的啊，田先生和于小姐呢，他们是夫妻，所以不管这房本上是谁的名字，这套房子啊都是属于他们两个的共同财产，这个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啊，程小姐，啊，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小田呢跟我们家姑娘呢，他们虽然说在上海办了喜宴，请了他们的同事和朋友，但是他们还没办结婚证，啊。他们是打算在上海买了房之后呢，回老家去办结婚证。那么结婚证没有领着买房，这个还不属于他们共同的财产吧？哎，叔叔说的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那要不这样吧，为了保护两个人的合法权益呢，我建议在房本上就写上田先生和于小姐两个人的名字。嗯，对嘛，这一定要这样。陈阿姐，我想问一下哈，房本上写他们俩的名字。那谁的名字在前，谁的名字在后，有关系吗？您放心，谁名字写前面，谁名字写后面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他们两个人对这套房子的所有权都是平等的。你看，房子首付钱我们要比他们娘家多得多吗？凭什么他们俩有平等的权利？亲家，你这话我有点听不懂了。人家是专业机构，人家说了是平等的，他就是平等的。再说这马上就要领结婚证了，你提了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有点不放心把我姑娘嫁到你们家喽。哎，我们给儿子付的首付钱是我和他爸全部的积蓄了，恨不得我们把养老的钱都拿出来了。现在年轻人的婚姻，他们离婚率多高啊？万一将来他们俩的婚姻有什么闪失的话，那我们养老钱不就是缩水了吗？这还没结你就想着这个？这个亲娘，不是你，亲娘，你好多事儿，你亲娘，不是说了，你的意思我明白啊。你的担心那也是我们的担心，对呀，对呀，对呀。哎，这首付款我们也是付了的，只是比你们少出了10万块钱。可是话说回来啊。我们家姑娘的收入比你儿子的高，对吧？在他们出的那份钱里边，我们家姑娘出的要多。按照这个逻辑来推，那么还贷款的时候，可也是我们家姑娘还的多吧？哎，你怕我们占了你们的便宜，那我们还担心我们家姑娘吃了亏呢？陈建功，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当着外人的面说芊芊比我们家田刚收入高。你这不是故意打我儿子脸吗？你是没说错呀，说错了，谁叫你这样的面儿？我叫不对，冷静点儿。我说错了吗？这样的，你这不对，你这不对，不是这样，不能这样，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不是，我就说说，听我说一句话，听我说一句话。先坐下说，坐下说啊。其实呢，我能看得出来，田先生和于小姐两个人是非常相爱的。那既然你们两家人很快就要变成一家人了，这种伤和气的话咱就不说了。我也知道你们几位老人家为了孩子们能在上海买房子拿出了毕生的积蓄，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也非常感动的。我在想啊，能不能有一个办法就可以让大家心里都平衡，并且保护你们每一个人的利益。
陈浩杰，你说的对，你说就像我们这种目前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其实办法倒是有一个，我们呀可以在这房本上写上你们六个人的名字，并且标注上你们每一个人的出资比例。哦啊，还有这样的？这样，房本上可以这么写名字？哎，于阿姨是这样的。哎，陈小姐，如果在房本上这么写的话，是不是太没有人情味了呀？是啊，就是我们还没有领结婚证，就已经为离婚做好准备了似的。对啊。其实我觉得吧，在这房本上啊，写上你们六个人的名字是有好处的。想想啊，当你们以后打开这房本的时候，想想现在，这房子是你们一家六口共同建立、共同期盼。万一你们以后在婚姻上遇到了什么坎坷，打开这房本，就会想到父母对你们的期盼，也不会那么容易去撕毁现在对婚姻的承诺。也可以请叔叔阿姨们记着，其实啊，他们小两口比谁都想过好现在的日子，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呢，该放手啊，就放手，让他们自己去过自己幸福的日子。哎，这话说的在理儿。对，程校长说的对。那我们就这么办，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全部都写上。对，写六个人。签了。好，好，好，好。那要是没什么问题，我来指导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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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完了再签。你跟他们说说怎么签这个。你们看一下这儿的资料。啊。你在哪儿呢？怎么没来上班？邵鹏程，你去哪儿了？今天店长都被你气坏了。他说要是明天再不出现的话，开除，没商量。哦，那个，你回来了。是啊，我刚帮你把六人购房团的合同给签了。你也真是的，哎，你自己约了别人，为什么自己不出现啊？是不是又去网吧打游戏了？我有点别的事。有什么事儿比跟客人签合同更重要啊？我那个……行，我不管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但是你给我马上、赶紧的回来上班，听到没有？那个，大家把手头事放一放吧。我中午请吃麻辣烫，真真美丽咱一块儿吧。不去，我也不去了。我今儿有点累，谢谢啊。累，太累了。你说这刚下飞机拎个大行李就直接来公司了，还签了一个现成大单子，能不累吗？都不去啊。昨儿挺仗义啊，走吧，陪我去喝个早茶，然后呢再看几套房子。怎么了？不愿意啊？啊，没有没有的，那个，这带客户看房子那是我的工作呀。走吧。洗澡，快给你展示一下我新买的宝贝。怎么了？心情不好？呦呦呦，这怎么还哭了？谁惹你了？失恋了？谁呀？哎呀，没事儿，不就谈个恋爱吗？这都很正常，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根本就不用上心。哎，学学我。闭
别总啊耷拉着个脸，啊，跟怨妇似的。你看，跟苦瓜一样。那人家不甩你，甩谁呀？是不是？聪明的女人就要学会经营自己。首先，要独立吧，不光是经济独立，哎，人格也要独立，然后还要美丽。你想想，你又有钱又有美貌，谁敢甩你？谁敢？对不对？到时候那些人啊，哎呦，屁股后面屁颠屁颠追你，你都嫌烦。啊，别哭了，你看看，这么漂亮的眼睛哭完了，你看这都长褶了。哎哎哎，看，这个用过吗？完美眼霜我一直在用，特别好。跟你讲，特别适合咱们东方女性，涂上去水水润润、滑滑嫩嫩的，吸收的可快了。哎，最重要的是什么？效果好，性价比还高。像你这种，你看看，这么漂亮的女孩的眼睛，天天哭都长褶子了。先给你用好不好？哎，怎么还走了呢？满意吗？带客户求购紫檀国际公寓丁香苑住宅一套。有，爱宇家房产求购信息您了解一下。好的，谢谢。哎，谢谢。你这么写就有人卖房了？你不是一直想买这个小区的房子吗？啊，这事儿我一直放在心上呢。我没事啊，就来这个小区门口发传单。哎，我还好几次跟着这业主啊混进这个小区，然后挨家挨户的敲门，问谁有卖房的意思。真的？真的。对，要不然找谁买？小布。哎，阿姨好。发传单了。是啊是啊。阿姨啊，您家下回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就直接打电话给我，别找物业啊，他们没我来的快。谢谢你，上次啊，你真是给阿姨帮了大忙了。这小区里边谁家要卖房，阿姨都帮你留意着呢。谢谢阿姨。好，那你先忙着啊。行，先走了。行，哎，阿姨再见，阿姨再见。再见，再见。你可以啊，你跟小区业主都混这么熟了？我上次不是挨家挨户敲门的吗？正好敲到秦阿姨家，她就一个人在家，那个水管又正好破了，她一个人在家呢，就叫了物业，物业没来。我就一个人把那水管给修好了。你还会修水管呢？我之前一直觉得你业绩好，可能是因为你嘴甜，但我这次发现你是真的很敬业。得干实事儿。来，记好今年，我们拍张照。来来来，三、二、一，哎。我看看，我看看。行吗？这个。哎，还行啊，我觉得挺好看的。你发个朋友圈。啊？我要让某些人看看，这世上人帅嘴毒有什么可稀罕的？人帅嘴甜又敬业的好青年多的是，对吧？哎，给几千。啊。哎，对，你就这样写，美景美人。啊，可以。多大小姐，满意了吧 ？OK。那有人跟你联系吗？说实话，这个小区的业主都不差钱，那卖房子的人几乎就是没有。但是你放心啊，我肯定找到你满意的房子。我等你好消息啊。行。我觉得，哎，大哥。哎。你要卖房吗？我们这是紫檀国际公寓，你是里边业主吧？啊，是。你要是要卖房的话，你就跟我们这经纪人联系，交付小钱。就这么两分钟不到，他不会看的。好好好。Set us to collide.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 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us.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 now I know I found you. I'm falling in love.